应该感觉是对对要这样子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原来就是这样啊。它碰到直接这样子拨就拨得出来，根本就不用夹。哦呦，啊，嗯，这样会出哦。哎、欸，嗯，哎、欸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这边是店里有只猫。那个最近状况比较多、哦，嘴巴破啊，感冒啊，今天来到这边我还刚才扭到脚。嗯，现在大家看得到吗？那纱布，纱布已经贴上去。所以，最近有点不顺。不过没关系，一切都会好转的，希望了。希望。好，那今天来到这边，这家叫做福利中心，在林口。对，长庚旁边。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去拍一个居酒屋，是，那想说先过来这边看一下，因为就真的隔一条街而已。对。然后呢，来体验一下这边的活动，这边有一个一两个蛮有趣的活动，等一下拍给大家看。嗯。那体验活动一样，小夹一些东西给大家看看，然后这边有东西会送你们。居酒屋有很厉害的东西也要送给你们，所以没什么好说的啦，就是看到最后啦。来，各位同学。这边很特别，他这边是用这个，这个扫码应该不会观众去扫也有吧？因为我们扫掉就没了吧？哦，那这个就是1000块啊。然后它很特别，它有分的 A 跟 B， 你花1000块的话，你就可以玩100次嘛，这很废话。但你可以额外抽一次一番场。那你花390的话，你有机会用抽的，有机会抽到430到880块。对，蛮特别的一个设计耶。不管怎样都赚，不管怎样都赚，就再烂你都可以赚到40块。我们两个平常是摔到炸开了，基本上都抽到最烂的，你来抽好了。OK， 那所以我们就是藏在这个其中。嘿。哦。哦。然后就会出来了吗？对，这样就会掉。哦。然后你就会抽到什么？对，就会抽到一个。哎、欸，太烂了吧！这边就有这个对应的奖号了，有 A B C D E F G， 那 G 真的是最烂的耶，搞什么、啊？搞什么？这个水壶它没有附塑胶袋。对啊。然后，可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机会直接直上直下就好，我觉得啊，对准就好。哇，顶到，好像，反正你去后面一点勾他的把手，勾把手吗？我们先甩进去试试看。哇，好像其实应该可以，我再试一次，把它甩进去。有，耶，有了，甩到这样子有机会。有了，可是不是啊？我开这个有点，我开了10次，你看那么多次干嘛？可是因为5次就好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没关系啊，至少我又再夹到一个了，斜的这个可以出来。各位同学，接下来换老板娘表演，这个哈哈球，这个它保夹只要30块，而且前面有人投10块，这感觉就是会很好笑。我们来试试看，老板娘开始你的表演吧。不是要夹哪里啊？就是夹最大把的地方啊。那是哪里？可是它应该不是保夹状态，所以你可能要先离扣洞口近，右边离洞口这边。你坐这边啊。侧门这边，对，我觉得啦。哎呦。好少哦，3颗、3-4颗吧，好好笑哦。可是这个会过电眼吗？这会不会不过电眼啊？有过啦，有过哦，这还会过电眼，太好笑了。那我现在应该去哪里？45度角那边吧，或者是正面的那边都可以，那边感觉都蛮挤。好少哦，这好好笑哦。好，玩过了吧？玩过了吧？玩完了。OK， 好，那下一台。好，再来我们来夹这个，这个到底是什么鬼？它长得超奇怪的，然后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，然后他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什么，他也没有解释，反正他就是一个花，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它拉出来。超丑。哎呦，丢进去，那拉这个看看，这个很扁耶，这不好夹耶，其实。对啊，这个不好夹，它就是。哦，上来了，再一次一模一样的事情，应该可以。小物背带，你很会背那个。怎么进去？小物背带哦，就是装小东西的一个背包这样子。还那个是店家在传的。不是，这是我的。他说他夹了3个。3个？你怎么夹的？这要怎么夹？还是这个直上直下捏包包就好了。可以放手机。有了一个。这个你怎么夹到3个？你好厉害啊！正门捏薄，越来越进去了。正门捏薄，我是正门捏薄，还是我不够薄？没有位置。对啊，剩几？我剩多少钱？剩10块，好吧，就试试看。
哦呦，啊，嗯，现在会出哦，哎，嗯，哎，好奇怪，嗯，好，反正有出货那就好了。好，下一台，来各位，垃圾袋，这个袋子长这样，分明就是逼我要捏袋子吧。好，起不来，有抓具，好吧，那要抓厚一点呢。哦，这个有深度啊。他这个抓前面是起不来的。他如果抓正门。哎呦，他爪子好像有点会倒，我现在有几次，还有一次，看这次能不能出，不能出我就跑。哎，爪子可以倒哎，素油。出来了，我还以为没救。他爪子会倒。好，再来讲讲看这个奇怪的东西。这个我觉得啦，他如果没有现场的话，是不是可以直接直上直下就好了？我不知道，他很弹吗？哦，不行，他捏不起来。卡洞自取，开窗则一。他应该感觉是对对，要这样子。哎，不是，原来就是这样啊。他碰到直接这样子拨就拨得出来，根本就不用夹。来，各位，这个猫咪。哦，这斜得到哎。哦呦，怎么没下来？抓后面这个，顶上去。哎。他为什么卡在那里啦？抓到，哇，猜一下，这应该至少要出个两个吧？哎，太扯了吧！他为什么全部集中在这里？集上去，呀，一个，哎，差一个，好，再五次。发疯哎！我觉得这个比投币用的快，因为直接按一下就好，不用投。上来，没有感觉。有了，两个，然后这边吧，这边应该可以再一个。遥想当年我们去啊，有这个，再把屁股抬起来。去宜兰的时候，那时候哇，那个时候出的跟什么一样啊？推上来，有了，三个拖鞋，这个抓到这个点吧，我觉得。我有顶到，哇，这样顶到尴尬，还是这个直上直下就好，这摆那么外面，直上直下说不定有机会。哦，好丢，好吧，那吹出来有了，哎，呀呀呀呀呀啊！好，这个时候真的就是直上直下这个点吧，有，哎呀，屁嘞，屁嘞，他为什么可以停在那里？我们拉后面这个。有了，下来，耶、yeah, ！拖鞋来，吸屁股。这个为什么长在这里、啊？先把它弄下来。把它拿下来，后面那个可以拿。不太行。好，现在后面都挡好好了，我就看它要去哪里。我们来直上直下。耶、yeah ！来，我们会员说想看看这个，看看它直上直下有没有搞头，深一点点吧。哦，它有个外带，真的假的、啊？所以直上直下二收一下。哎、欸，夹，夹到了。哎、欸，怎么这么好夹？这也太好夹了吗？不是吧？不是啊，先夹起来。好，压好了，然后把它。拿出来，有了。然后这边这一只吧，耶，十块搞定。我们现在来到。距离大概五分钟步行左右的时间的一家居酒屋，对，这家叫做敖屋，就在这里，敖屋蛮可爱的一个店名，它外观也蛮可爱的，蛮漂亮的，它弄得真的很漂亮，它晚上看到的时候其实蛮惊叹的，那它就是有很多公仔啊，很多白色，像我正后方的那个很可爱，它是那个神隐少女的七龙珠，蛮够追的。那我们现在先边吃东西，然后边来讲今天的抽奖 ，OK 啊，店家这边。
除了我们刚刚的抽奖之外啊，这里的东西也要抽给大家。没错，抽得很好哦，所以大家记得看完了。好，来快速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什么好吃的。就是天使红虾刺身，然后就是鲑鱼。等一下，错边了吧？这个是虾头哎。哦，它这边很特别，就是它这个虾头部分，你可以选择烤或者是不烤，就是看客，因为有些人对虾头可能会比较害怕，不敢吃生的，那可以请他烤。这个很特别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先强调。好，继续吧。然后这个是鲑鱼葱花寿司，然后就是他们这边的招牌是毫无知道，就有点类似大阪烧那样，没错，上面撒的菜里面有包东西。这是胡麻松板猪，嗯，这是葱盐牛舌，然后这是正煎牛小排，哦，这个也超好吃。对啊，这是味牛点，然后这是起司马铃薯，然后烤透抽跟炙烧安格斯牛小排，还有一个是九煮蛤蜊，超大片牛舌，你看。要挡什么？到底是想要遮什么部分？超大，真的超大。牛肉握寿司，哇，它这个还是生的，然后只有表面焦焦的。嗯，哦，它这个就是有、就是、什么、啊？大阪烧，玉米，看起来像大阪烧一样的东西。嗯，吃起来像大阪烧。真的，它好蛮好吃的。嗯，这很适合当一个清爽的主食，相对其他重口味的东西的话，赞的。就是我会喜欢这个，我本来以为这个就是只是普通的蛋而已，它现在还有起司，可能它还有加不知道是花枝还是什么，我有吃到，嗯，这个很料，它有口感，还不错，这个还蛮好吃的。然后当老板娘发现就厉害了，就是这个他们的每月新菜里面的那个烤后切猪舌，因为它这是后切的，所以刚吃下去超级 juicy 的，看起来就好了，超惊艳的。好了，吃完了，这就是刚刚讲的外面漂亮的一个异域啊，这个地方弄得真的很日本，很可爱的。它整个外观啊，里面外面都很漂亮，很有日式的风格。那今天呢，刚刚说过了，店家很大方，那大方在哪里？光是这家店呢，我们就是要抽三位各1000块的加菜机，超开心的吧？1000块钱随便你点，然后我们 IG。上面会抽一个，所以大家赶快去追踪 IG。我们的会员抽一个，可以赶快加会员。还没加会员的话，再来我们一般的观众也抽一个，一人1000块，你就可以来到这边，然后直接点。那如果你不是在桃园林口啊、龟山这附近怎么办？我们还是有些小东西嘛，刚刚夹出的小东西，我们就拿个代表啊，鸡鸡，我们也可以抽一下鸡鸡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抽个在3-5个人吧，就是3个吃饭金啊，然后2个可能这些小东西送你们之类的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有。这个吧，可爱的字，好吧，他们店家叫什么名字？这家店叫什么名字？留一下，留在下面，然后我们就抽奖喽，就这样。自己来试试看，自己去那边夹夹看，体验看看。后面还有很多影片会抽奖，还有很多活动要带给大家，所以大家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好啊，下次见，拜拜。